中国开始弱化英语教育？那我们学那么多英文来干嘛？学那么多英文来干嘛？强国不再需要英语了？啊，翻译仔，学那么多英文来干嘛？这是为了干翻译？干翻译？干翻译吗？学那么多英文来干嘛？强国不再需要英文了，弱化英语教育了。学那么多英文来干嘛？啊？